毕业了，之后毕业的话也想谈场恋爱呀。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的爱猫小咪差点出了车祸。还好没事，吓死我了。还好吗？没事，谢谢。禁止恋爱的少女团体成员爱上肥男的故事。我叫建明，我人生第一次来到偶像的家里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哦，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红烧肉。喜欢就好。没想到我刚好救的猫的主人就是人气偶像的新雅，刚好我们住得很近，随着来吃饭的次数增加，我也渐渐喜欢上了人美心也美的新雅。不再多吃一碗吗？太好吃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真难得。为了博取新雅好感，我还特地去了很贵的发廊，也开始减肥。等到新雅要毕业的时候，我就要跟她告白。天啊，当红偶像的我居然坠入爱河了。一开始是他救了小咪，加上又住在附近，后来加上常常一起吃饭的关系，偶尔还会听我发牢骚，跟我说他对事情的看法，跟其他肤浅的男生很不一样，很多地方跟我很契合。不知不觉心就被他牵走了。我吃饱了，下次再来玩哦。真开心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对他的喜欢也沸腾起来了。新雅，你看看这个，我在路上看到新雅跟一个男的好像很亲密，但是个肥男，感觉不是正常关系，该不会是包养吧？才不是包养嘞，只是住在附近的朋友，当然不可能说实话。可别常搞出奇怪的事啊，跟死胖子扯上关系又损形象。啊，居然这样说我的朋友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决定，不需要人家来评论我，失望透了。同一时间在建明的家。是建明吧，你红了哎。什么包养？结果被大量网民攻击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。肥港应该跟肥婆交往才对吧？太恶心了，对不对？这也太过分了吧。虽然我早就知道身为胖子很容易被攻击，但下面的留言可就不是只有攻击我这么简单了。原来新雅眼光这么强，跟这种丑男在一起，表示不是头壳坏了？都因为我让新雅蒙受这种委屈。当然，我自己照镜子也知道，跟新雅走在一起实在太不搭了。喂，建明吗？新雅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了。等一下，明天演唱会你要来哦，我会等你。我现在这体型，不管谁跟我在一起都会被嘲笑吧？虽然之前都没认真减肥过，但我想试试看，喜欢的人面前展露自信。哼，一定要瘦下来，一天一餐。每天慢跑两小时，睡前再做500个仰卧起坐，2周后就进医院了。过度减肥是以前在用的方法哦。那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其实我以前也胖过，用肠内细菌减肥法也成功瘦下来，超推荐你的哦。护理长，请你过来一下。我先去忙，下次再跟你说。结果什么都没打听到，我就这样回家了。小咪，有个奇怪的箱子，太可疑了，该不会箱子里有能让我瘦下来的东东吧？啊，我在幻想啥？丢掉吧，要是里面有炸弹的话。不过我还是很好奇，上网查了肠内细菌减肥法，决定死马当活马医。结果本来90公斤的我，身体居然越变越结实，瘦了后衣服也变太大件了。趁这个机会换了流行的服饰，还换了发型。最近也有很多公司的女孩子投怀送抱，但我一点兴趣也没有。会胖原来是因为体内有太多的浑元菌。世界权威的科学期刊 Nature 发表的内容中表示，肠内存在乐仙菌和浑元菌两种细菌。根据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指出，把浑元菌移植到瘦老鼠体内，明明质量没什么变的情况下却成了胖老鼠。总之，肠道内的浑元菌减少，让乐仙菌增加的话，饮食一如往常，也能养成瘦体质。这乐仙菌其实就是肠内细菌，我用肠内细菌减肥法让乐仙菌增加，成功瘦了5公斤以上。还有隐退演唱会这天，新雅看起来轻松又自在，这样的她真是超美的。真的很谢谢大家。演唱会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圆满结束了。建明，谢谢你来。啊，你变了好多。新雅，恭喜你毕业了。那个之前没自信的胖子跟你不配，但对你喜欢完全没有减少。为了你，我决定要改变，跟我交往吧。改变我人生的 Beta 三酵素。170元也不用绑定机构，如果觉得没效果，随时都可以解约。厂商也是冒着赔本的风险，也希望给台湾的消费者体验看看，只要尝试一次就会超有感。厂商对此非常自信，所以120天内还有退款保证，4个月。想要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想要有更好的自己，在喜欢的人面前展露自信的你，只要你想要，用960元就能像我一样扭转人生哦！按下动画的连结，960元的优惠不知道结束了没有？现在赶紧去！